代搜索，在这个庄姓范闲身上有起获这个毒品海洛因，以及发现这个丙姓的女范闲，她本身也是一个毒品通缉犯。我们后续带同这个两名范闲，他顺利在这个东山乡附近也取得这个被害妇人遭抢的物品。我们全案后续依刑法抢夺、窃盗以及毒品条例移送宜兰地检署来侦办。